Already I got two bandits on my tail. Thank you.
们是不是要找一个黄毛？请问阁下，真姓大名呢？你哪方人士啊？哦，到了，就是这儿。好，老乡啊，你先坐下吧。请问，你是盟军的飞行员吗 ？Hey, listen, Mac. I don't speak a word of Chinese, so sorry.吃面吧，吹热乎，吃吧。Might as well。快吃吧。我们中国的筷子啊，不能这样拿，要两只。OK。哎 ，OK。他不会用筷子啊！我说你小子怎么才来啊？你看看能不能听懂这黄毛说的是什么？Hello. Oh, thank God you speak English. A little. Please tell me your name, rank, and.Unit. Michael Smith, ABG. Listen, who are you guys and where are we? We a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e are your frie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Yes. Never heard of them. What? Come here, come here. Sit down.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You know who I am? I'm a flying tiger. I come to China to fight the Japanese up in the sky. Okay. Like this. Put this on my head. Me?Alright. You still don't get it, huh? Try. Here. You follow me, okay? You haven't seen a lot of blonde hair before. 你瞧这黄毛，还挺有意思的啊。Hey, let's see what you look like with some with your headgear on. Now you're a flying tiger. What's this? Oh yeah, put it on here. Okay.Thank you. 这个黄毛，你应该知道叫什么名字吧？
啊，他叫史密斯，前天刚执行完侦察日本重要情报的任务。那应该还有其他人啊？其他人倒没说。哦，还有一个叫弗雷迪的，从另一架飞机跳伞了。弗雷迪？没见到他人啊。可别让鬼子给抓了。 Hey, careful there, little buddy. No! 小虫子！小虫子！小虫子！ 出来吧！属兔子的，我们他妈又不是日本人。出来！你们说谁是属兔子的？看你们缩头缩脑的，才像一群兔子。先别说兔子的事儿了，你们要是办交接了就留下，不是的赶紧给我滚蛋！哎，他们脾气挺大，你们也太慢了吧！ 你们到底是不是来交接北京分巡员的呀？少他妈废话，把人交出来！我们是奉命来和第五战区79军的友军办理交接事宜的，是就报上你们的番号，不是，别怪老子不客气。人呢？ 看见了吗？黄毛就在这儿呢。 把你们的收条拿过来，把人送过来，把条拿下来。你们上来取，把条拿下来。你们上来取，你们下来，你们上来。废他妈什么话！不要人，人我们带走了。等会儿，要不这样，我们下去，你们也上来，一手交条，一手交人，跟绑票似的。走。
没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独立旅三营七连连长肖成峰。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九军整编七师三团一营一连上尉连长高仲康。收条无误，别干事，人交给他们。人也无误。杨爷们儿，跟我走吧。高连长，飞虎队员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但是国民政府是有奖金的，我们不找你们要奖金，给个谢字总不为过吧？不为过，当然不为过。兄弟们，还不谢谢新四军的兄弟们？谢谢啊！谢谢新四军弟兄们！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独立旅三营七连连长肖成峰护送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队员麦克·史密斯的任务已经完成。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九军整编七师三团一营一连上尉连长高仲康，接受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麦克·史密斯，开始护送任务。多谢友军一交。从现在开始，他的安全就不由你们操心了。我们走，走吧，爷们儿。Shall we？谢谢，再见。走吧，走吧，我没车了。走吧，停车吧。哎，连长，你瞧瞧人家，也是一个脸。凉亭结个事，你说这看看咱们，就几把破锹拿大盖儿。啊，这拿大盖儿咋了？这革命的意志呢，坚决不能动摇啊！我才没动摇呢。小六，你别看咱们现在什么也没有，将来啊都会有的。跟着。对了，连长，你不是会说英文吗？你问问这小子，在新四军那边是怎么过来的？哎，遭遇鬼子没有？我这两句英文呐，可问不了这些。这还用问呢？吃个野菜呗。哈哈。别停！
お願いします。九州に会って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不必多说了，我们还是先把红毛找到。He made his light to shine upon you. Receive your souls into the everlasting kingdom. In Jesus' name, amen. You guys don't have any tags? We can't just leave them to die like this. I have to bring something back to their families. To remember them, to honor them. No. No help. Here? Name.这个黄毛在说什么呀？啊，他好像在说，这些死去的弟兄们为什么没有和他一样的军牌？他们应该成为烈士，被亲人和后代所铭记。开枪为死者送行，是他们的一种惯例。连长，咱们还有别的兄弟呢。高连长，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看，要不这样，这个黄毛我们先带走。这个就不用肖连长操心了，护送史密斯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不用肖连长操心了。鬼子他跑楼子，连长，我看，要不就环路绕行吧。哎，高连长，能绕过去吗？绕过去。我们的任务是护送史密斯到古县县城，而这个炮楼就是守在通往古县的必经之路。你们看，炮楼右边身后是悬崖峭壁，左边身后是鬼子驻守古城的大本营。连长。干脆，咱们把这炮楼给端了。不行，这个炮楼很坚固，上面有很多瞭望口和机枪口，易守难攻不说，一旦遭到攻击，附近的鬼子会迅速从乡里的据点过来增援。里面有多少兵力啊？大概一个小队吧。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杀敌，而是保护史密斯安全到达古县，所以能不打尽量不打。等到天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绕过去。What are we gonna do? Wait. 哎，我看着你这枪。看什么看？新兵蛋子。看看，别那么抠门。嘿嘿，小屁孩，你瞎弄什么呀？那是我们装备，别弄坏了。反正大家一伙的，一块用呗。少套近乎，谁跟你们一伙儿？高连长，准备行动吧。能侥幸混过去最好。如果要是被他们发现，我方负责掩护，你方负责保护史密斯突围。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命令肖连长带史密斯突围。
我和我的弟兄们负责掩护。你凭什么命令我？凭我代表政府，准备行动。等等，有情况。 Follow me, okay? I can't lose these. I can't lose these. 干什么？不要命了？行了，快走。 松平殿下、ご支援痛み入ります。ああ、朝倉君、愛想はいい。状況はどうだ？敵はすでにアメリカ人を連れ放浪へ逃げました。何だと？仲間はどんなだ？敵に占領されました。占領されたなど、何が起きたというんだ！
八嘎！嘿，考官都考你多少努力的？嘿，毛都得起来哟！嘿。What are we gonna do now? I don't know. 外边多少鬼？看不清楚，至少有几十个。后边还有鬼子呢。后边还有多少人啊？检查过了，没剩多少了。看鬼子这兵力，突围肯定没戏了。你有救兵吗？这么久没回去，我们的部队肯定会派搜索队找我们的。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坚持到他们来救我们的时候？可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弹药不足，敌人势大。连长，我们陷入绝境了。看来只有死战和投降这两条路了。不，我们只有死战这一条路。マスシャ殿下、思いますに、奴らはすぐに投降するかと。そう思われませんか。投降以外に術はないように思います。自分もそう思う。これは双方にとって長い一晩になるな。对了，敌人一小队18个人，刚才走了13个，我们干掉了，干掉了4个，还剩一个。干掉他！走！知るところによると、公共は仲が悪く、仲間は悪いをするはずだ。これはこちらに有利になる。松下殿下、準備はできています。よし、朝倉君、行け。アメリカ飛行士も一緒だそうです。よし、朝倉君、朝倉杯退退させたらどうだ。同時に戦わない命令、身の安全を確保した状況に上、できる限り敵を差し出よう。我々がすぐに助けていくと確保かと君。角川君。下边不能把他叫上。状况の上、できる限り敵を殺傷せよ。我らが戦力を使います。哎，高连长，我们蒋万元长有句话说得好：“攘外必先安内。”看来咱们得想个办法把上边这点干下来。哎，你他娘的，不许污蔑领袖！发财，有什么办法把楼上的家伙干掉？你们看，要想上去，只有这一个口，压得死死的，3-2个人根本顶不开的。再说，就算顶得开，他在上面，居高临下，咱们上去几个，白送死几个。哎，咱们能不能绕过鬼子火力，从这粮道口爬上去？那更不行，除非你能飞檐走壁啊！啊，炮楼直不愣登这么高，怎么爬？哎，
连长，要不我们干死了鬼子一老头，咱们就打。好主意，那就交给你吧。记住，咱们全炮楼所有人的性命就捏在你手里，一定给我干死他。哇，对，就你了。お疲れ様です。松下殿下。ああ、疲れ様。しかし相手も気をつけない。朝倉君、帝国の医療のために努力をせない。松下殿下、相手はいつ投降すると思われますか。どう思うんだ。昼は越えないと思いますか。君は、レカナ的な党だな。姓费的应该在鬼子手里。什么？姓什么？姓费。连长，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哎，楼下的弟兄们，检查一下粮食，看看还能坚持多久。连长，咱们就带了一天的粮食，我看他们带的多。哎哎哎，小屁孩，少打我们主意啊！我们也就一天的干粮。总裁，啊，搜集弹药，按需分配，让大家注意节制啊。好。肖连长，怎么？你估计鬼子有几门大炮？好我是吧？三门60炮，一门战炮，这是鬼子一个中队最标准的配备。如果弹药充足，这个炮楼肯定坚持不住。很明显，他们是想活抓史密斯，不然我们早就成炮灰了。老三，注意啊，警戒！李干事，电台都修好了。连长，电台都给炸零碎了，根本没办法修好了。我看呢，咱们还是别折腾了。哎呀，你什么意思？我没意思，我只想把我的弟兄带出这个鬼地方。怎么了？你总不会想投降吧？哼，我可没那么说。哎，不是一个好办法吗？姓高的，我们拼死拼活才救了史密斯，你想空手把他交给日本人？哎，有没有搞错？是我们国军弟兄拼死拼活，好不好？你看看这一路下来，我们还剩几个弟兄？难道我的弟兄伤亡的就比你们少吗？我告诉你，姓高的，有话你跟我直说，别他妈在这跟我兜圈子。如果把黄毛交出去，那我们死去的弟兄呢？我们死去弟兄的血不就白流了吗？Why? Because you came here from far away. Help us fight the Japanese. だいぶ巻いているようだな。ならばもう一度攻撃を仕掛けますか。やつらは我々の対象のおもちゃだ。再走行することが難しいと思った。みの、風は我々に向けた。毒ガスを被你看清どうする？
わかりました。敵を採破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まずは敵の腹を。鬼子这是唱的哪出啊？这鬼子是想缠咱们，引诱咱们交枪投降。小孩子把戏，好香啊！我饿了。我也饿了。你捣什么乱？If I eat, everyone eats. 小连长，要不咱们也吃点吧？弟兄们都一天一夜没吃饭了。你们吃吧，我不饿。咱们干脆敞开吃，反正横竖都是个死，咱们宁愿做个撑死鬼。是，咱们也饿了。好，那大家就吃点吧。啊，来，哎。殿下、お言葉ですが、自分の経験によると、シナ人の戦闘力は高くないですが、飢えに耐える力はとても強い。おそらく消耗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そういう言葉になれば、消耗させるのはやめよう。那鬼子拿火把炭干什么？这帮王八蛋难道想用火烧咱们？忠義を尽くしたか。まだ頑固に抵抗するかでな。奴らの弾薬もそろそろ底をつくはずです。まだ攻撃しましょう。いや、撤退するぞ。スミスは傷つけろ。はい。撤退。
你们看，又一个黄毛。Freddy, that's my buddy, Freddy. That's another pilot for my squadron. 哦，他说这是另外一架飞机的飞行员，可能还是被鬼子给抓去了。史密斯先生，皇军他带来了你的朋友，他想见见你。你在炮楼里吗 ？Your friend want to talk to you.别出去，千万别出去 ！No！ 哪个人？呀 ！What are they doing to him？ What are they doing？ 上去！别冲动！这娘的畜生！Mike, are you there? Smith 先生，どうしました？顔も見せない。おつもりですか？连长，咱们打吧。如果现在打了，姓费的肯定就没命了。我们不能伤了鬼子的。咱们得先跟鬼子谈谈。哎，高连长，你去。为什么我去？你怎么不去？再说。你凭什么命令我？你不代表政府吗？フレディさん、あなたの親友です。臆病者ですね。Let me go! Don't you fucking touch him! You're alive. Thank God. Freddy, what did they do to you?I'm all right, man. Probably better than being caught by the Nazis. Besides, the only thing worse than this torture is listening to this goddamn Jap speak to me in English. Hey, you just hang in there, all right, Freddy? We're gonna get you out of this mess. There's no getting out of here for me, man. There might be a way out for you, though. That is, if you surrender. Well, they force you to convince me to surrender?They said it'd be awful fortunate for you if you surrendered. They wouldn't torture you like they did me. Is that a fact? If I surrender, they'll let me live. Wouldn't you like to live on, brother? Say, Freddy, refresh my memory. What do Japs do when you surrender them again? Oh, they take you to Tokyo, make you confess in court, drag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boost morale. And put a bullet in your head.How about you, Freddy? Would you take back helping the Chinese kill Japs? Hell no, I love killing these motherfuckers. Nagare! Stop it! Fucking sons of bitches! See? They won't kill me. I'm worth more to them to alive than I am dead. I'm tired, Mike. I'm in need of some extended R&R if you catch my drift.Don't you talk like that, Freddy. Don't you talk like that, all right? I'm already dead, man. I really need you to give me some King Item Able.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Listen to me, okay? They got two apples right now. They got one in the hand, they got one in the tree. And they really want to taste that apple. But if they only got one left, they have to be real careful how they pick it.
He's lost all hope. He'd rather sacrifice himself for me than be tortured by Japs. He said they won't harm me if there's only one of us left. 他的意思是说 ，Freddy 想让他杀了 Freddy。Freddy 觉得没有希望再活下去了。与其受日本人这么折磨，他不如选择牺牲。如果两个人只能活下一个人的话 ，Freddy 觉得日本人就会拿另一个人没有办法。这姓费的还真是个爷们儿。Freddy, I know that there was a hidden message in your talk. Correct. 喂。I beg you to stop talking to me in English. I'd rather you take out that gun there and beat me to death with it than listen to another word out of your goddamn mouth. Message. Freddy. Americans are such funny people. But we Japanese are very tolera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stay alive. This will benefit us. Two apples. You want to be the apple that falls from the tree? Zbyszko! Go kill friend! No! Mike! Do it! Shoot me now!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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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otherfucker! Do it! Shoot me now! Mike! Mike! No! Do it now! Mike!炮楼狙击！ノロは引っ越したけど、やつを取られ、東京攻め遅れ。世界に押し寄るんだ。しない手をどんなのからな。现在的小鬼子，绝对是想活着让史密斯了。弗雷迪想传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弗雷迪的死给史密斯加上了一层保险，这回鬼子绝对不敢轻举妄动。肖连长，既然我们手里有这张免死牌，是该亮牌的时候了。你打算怎么办？你不是让我去谈判吗？我去。怎么谈？只要你信任我高中康，我就有办法让弟兄们活着出去。那史密斯呢？史密斯，你打算怎么办？交出史密斯去投降日本人，对不对？对不对？你不理解是吧？好，那我就告诉你，发财从我当班长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是我们这里的神枪手，这么多年来，他抛妻舍子，跟我们战斗，一家老小都盼着他回去。难道你愿意他死在这个鬼地方吗？还有，他们两个才18，你看看你们那个才15，这一路上拼死拼活的跟着我们，难道你想让他们白白去送死吗？我已经失去了这么多好兄弟，这是我高仲康无能。可现在这个时候，
我能在这里干坐着？小连长，难道你的心不是肉长的吗？我的心当然是肉长的，我也心疼我这帮兄弟。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在执行任务。可是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你的任务没有完成。别忘了，你也是个军人。可凭什么我们所有人豁出命去保护一个人？他比谁尊贵？都是一条命，谁他妈比谁贱？谁都不比谁贱。菲利迪为什么求死？难道他只想保护史密斯一个人活着吗？他也是想保护我们更多的兄弟能够活着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先不说上级命令，这帮老美飞越重洋不远万里，撇妻舍子，豁出性命来帮助我们打鬼子，他们又为了什么？他们今天遇难了，我们就不应该撇了性命去保护他们吗？我告诉你，姓高的，如果你贪生怕死，你可以带着你的帮兄弟走人，我萧成峰一个人留下。你他妈说什么呢？谁他妈贪生怕死？来，朝着这儿来。你要是想把史密斯交给日本人，你就先把我萧成峰干掉。来啊，开枪！ All right, enough. I'm going. これほど長く動きがないとは。まさかまだ何か企んでいるのでは。何？しはすべて我々の仲間、ニューナだとない。中国のことを言えば、どんなところができない。I just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men. I cannot express in words the depth of the gratitude that I feel for your watch care and for the many.Great sacrifices that you have all made for me. 他说他感谢这一路来我们对他的照顾。如果没有我们的话，他早就死了。他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感到钦佩。But from the looks of it, if I don't go out there right now, then everyone dies, and I won't have any more blood shed on my account.And so that really leaves us with one option.林先生，你走了没有？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我可能有办法。什么办法？打死你！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九军整编七师三团一营一连上尉连长高仲康。朝倉少佐でございます。大日本帝国中国軍最高司令官。高連長、選択肢交渉を、スミスさんをどうかこちらへ引き渡していただきたい。史密斯先生不是我们的俘虏，他想走，我们也不能阻拦他。それはスミスさんの意思ですか？史密斯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保证所有战士的安全。相反，对于皇军的信用，我可是不怎么相信呢。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我方希望平等交换，作为安全保证。もう一度はっきり言ってください。你们可以派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到我方做客，我们呢，将这位客人陪着我们一起撤离到安全地带，然后我们离开，这位客人将带着史密斯先生回到你方阵营。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その意味とは、我らの人間を人質に、貴様らの安全を保障しろというのか？也可以这么说吧。無理だな。那我们就只有战死这一条路了。不过，你们是得不到活着的史密斯的。自分に交渉とは、捕虜になるのを恐れるというのか？哼。炮楼里有我一位部下，他可是位神枪手，所以你的头随时都有可能被。砰！啊！人質を増やしたとして、人質の安全を確保する保証があるのか？我无法保证，但是你们看看，你们的实力要比我们强很多。如果你们追上来，我们照样没有活路。况且，我们失去炮楼的掩护，防御能力将大大降低。这种情况下，你都担心，那我们对大日本皇军的凶悍战斗力，可是不敢恭维啊。そちらの意見は聞いた。一旦戻り、相談してから。返答する。考慮はいらん。自分も行こう。松下殿下、それはいけません。放浪に一旦入れば命の保証ができない。将軍に報告できません。フレディの死は自分の招いたことを責任に取らばならない。兵士は必ず生きて捕らえるように。兵士を身代わりに出すこともできます。言わない。それは一族の担当にない。怎么样，商量好了吧？我去。你是何身份？鄙人松仁大夫，大和皇室三立公宗仁亲王之子，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尉，现协防古县守备队。那好吧，请。高连长，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进来了，现在我想见见史密斯先生。好啊，楼上去。王十三，这位是？这位是新四军的肖连长，他极力阻止我们和谈，所以没办法，我只能在我们和谈期间让他安静的待会儿。哦，早就听闻国共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今日所见倒也不足为奇。
need. I am familiar with Western customs. We should shake hands to show respect and friendship. It's too bad that we have to mee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o where'd you learn English? Japanese kindergarten? I moved to America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and spent much of my childhood there. America is a beautiful and civilized country, just like Japan. Civilized? A civilized country doesn't invade a nation with whom it's carrying out peace negotiations. It doesn't plunder another nation's wealth and rape and murder its civilians. Civilized is hardly the word I would use to describe Japan. Treacherous and cruel are far more appropriate terms. No, no. Japan has many good qualities. I guess Mrs. Smith has never met with it. No, I haven't. I would really like to go sometime, though. I'm thinking I'll bring a gift, too, as a token of my appreciation.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 of bombs.好了，别牵扯了，我们还是谈一下关于撤离的具体事宜吧。是这样，我们会带着你跟史密斯撤离到丛林，在确保我们的安全之后，会把你跟史密斯释放。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You listen to me. I'm agreeing to go with you. So you need to make me believe that you're going to keep your promise and let all these men go safely. Of course. The Japanese always honor our word. Why don't you say that to the families of my friends who died in Pearl Harbor? Your word is a fucking joke. 放开我！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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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肖连长，消消气。可我的决定，绝对是为大家好。我知道肖连长有一肚子话要说，跟你说话可以，总不能咬人呢。咬人！我他妈是杀了你们！老实点。你好歹也是新四军战士，怎么能跟这帮王八蛋同流合污？弟兄们活命要紧，你少在那样装英雄。中国就是因为你们这帮没有血性的军人，才沦丧到这个地步。呸！你们根本就不配做军人。肖连长，你看看，你现在真是孤家寡人，众叛亲离啊！哎，你说你现在一个人瞎折腾有什么意思？我们跟松仁先生已经达成一致了，现在准备马上撤离。你是跟我们一块走呢，还是在自己耗着？信刚啊，别他妈做梦了！如果你要想把史密斯带走，除非从老子身上跨过去，那你就当尸体吧。向里看一下。まずい。殿下の身が危険だ。カメだ。おい、すぐに関西的進軍を。おい。高连长，不好，鬼子向炮楼进攻了。到底怎么搞的？大哥，我希望你们不要耍花招，把你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到炮楼正面，停止进攻。攻撃やめろ。
攻撃やめろ。松下殿下。朝倉君、自分は元気だ。スペデの部隊を炎前に預けてくれ。松下殿下、申し訳ありません。殿下の身を案ずることです。それで、ああ、反対者は修正しただけ。スミスの炭鉱は非常にいい。彼の要求はスミスは自分の安全の場所で廃墟をすると。その前に何もこだわってきない。殿下ご安心を。勝手な行動は二度と起こしません。非常抱歉，我保证不再会发生这种事情。哼，希望不会再有计划外的事情发生。嗨，好吧。这又怎么回事？连长，不好了，鬼子扔的东西弹。可能，我在这里，他们不会乱动的。用湿毛巾可以防东西，快走。连长，找到一个防毒面具，你赶快戴上。你先别管我，先给史密斯戴上，保护史密斯。没事。水啊！撒尿撒尿！跑出去待不了了，反正咱们谈好了撤退和交接的方式，马上出发。好，马上出发。都别动啊！听话，听我命令，往后退。根本不在这里，你耍花样！スミス先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よ。史密斯活出去了，咱们绝不能当孬种。肖连长说的对，如果史密斯真的死了，我们的任务就没法完成，弟兄的血就白流了。我高仲康绝不是胆小鬼，拿弟兄们的命去换史密斯的命我不想干，可拿史密斯的命去换弟兄们的命我更不想干。我想大家跟我一样，不想要老母瞧不起，所以我决定由我化妆成史密斯，带上手榴弹去同会的通路一进，这样史密斯和大家才能活着回去。不行，要去也是我去，你们那个头都不好使。你更不想
一嘴东北话，脑袋可这么大。连长，还是我去吧，我不怕死。小六子，你还小，还没有娶过媳妇呢。再说，有我们这帮老家伙，还轮不到你这个小鬼。二位连长，我个头合适，让我来吧。不行，老婆孩子还盼你回去呢。还是我去合适。最合适的是我，我身高、脸型都合适。Expect me to live knowing that this many men have died for me. I just assume die as one of you. No. Not just about you. Think of Freddy. Think of soldier who died for you. Think of little boy. Only if you live, can you another the sacrifice. No. No.What are you doing? If you don't go, I shoot myself right now. 同志们，我和高连长也商量好了，之后我们要给鬼子唱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首先由我负责把鬼子叫来和我们谈判，然后由发财向我开枪，来取得鬼子的信任。肖连长的命就交给你了。信哥哥，别他妈做梦了！如果你要想把史密斯带走，除非从老子身上挂过去，那你就当尸体吧。再然后，咱们逼鬼子把部队调集到炮楼门口。高连长，不好，鬼子向炮楼进攻了。把你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到炮楼正面。再然后，我们来扰乱鬼子的视线，狸猫换太子。最后，由发财和小六带着史密斯从瞭望口逃出去。快点，报！别说，张发财这王八蛋枪法还真挺准，要不怎么叫神枪手呢？不过这枪力倒是大了点儿。你等我喘一会儿，咱们俩再去追史密斯他们。还追啥史密斯？咱们是走不了了。家小吗？家里没什么人了，现在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还有弟弟。看来这辈子孝子是当不上了。你呢？我有老婆，还有个3岁的儿子。你都有后了，羡慕死我了。
真想他们呢！哎呀，不提这些伤心事了，看看炮楼里还有什么弹药没有，别浪费了。就这些了，留给鬼子做见面礼。好啊。